斋睇片，高铁真系冇得输噶，又靓又快。不过理想同现实永远都有好大段距离啊！同你介绍翻香港龟速铁路，唔系冇可能噶。事关搞唔掂一地两检，行一阵又要停，点快啊？2010年立法会通过咗，施工期系7年，而家起咗5年啦，剩翻2年嘅时间，你哋都仲答唔到，到底做唔做到一地两检？俾议员强攻，邱副局长唔使惊，总有人帮手出谋献计嘅。基本法18条讲到明，如果涉及国防系可以嘅。嗱，我问过好多专家，不约而同就话睇唔到边防点可能唔系国防嘅一部分。你就咁讲啦。不过不少泛民议员担心由中央授权香港执法是主动放弃一国两制，看来这个一地两检的问题有排都未搞得掂。邱副局长就说有专责跨部门小组处理紧，想法成熟会同大家讲。又是慢慢都得啦，事关想如期通车都不是咁易噶。按现时同预测的工程进度呢，要达到2017年年底通车目标的风险呢是非常严峻。想见到好像这条片咁靓的高铁，等多阵啦。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